晚上好。哇，都八月了，八月快乐。晚上好，八月快乐。在八月的第一天，我给大家表演一个吃牛油。晚上好。晚上好，哇，好辣，太饿了，真的太饿了，饿死我了。我家点的是微辣，感觉还是有点辣，还蛮有嚼劲的。刚在楼下回来，去楼下买了一下炒牛油。我本来想煮面吃的，但是那个面好像是把它煮完了，就最后一包还没有到新的，我就去买了这个吃。有20串呢。还吃呢。晚上好。天，真的吗？晚上好。主要今天领唱的很快乐，因为就真的就虽然没那么紧张了，但还是算还是有点紧张的，但更多的还是享受过程，享受舞台的过程。晚上好。然后叫什么叫当铃，我们就用今天唱铃，不要老是改词，谁当铃？这我今天感受到了铃的快乐。我今天听了好几次那个铃，有没有 focus 啊？有没有 focus 啊？因为我发现他有些拍背面的拍不到我的表情。超话不是只有那个什么反图吗？哦，我刚刚想换那个直播那个封面来着，忘记了。没有，就是有一句，最后一句我唱到闭眼去感受的时候，其实我真的是闭着眼睛，但是他没拍到，就在那闭眼能唱。还有什么？还以为忘词，在闭上眼睛想词吗？笑死。今天真的是感受到了唱歌的快乐。就是今天感觉虽然没有放得很开，还是会有点紧张，但真的是感受到了现场的一个快乐。是啊，我唱还唱到还不小心破了一个音，走的他那音都走掉了，吓得我立马收起来。谢谢，谢个蘑菇的九九，谢谢。
但是老师说没有，老师说没有我最后一次总彩唱好，唱得好。是这个吗？我听听。听一下你们能不能听到，这是我周四总彩唱的。但是声音有点小。的确是总彩那天唱的比较好。嗯，再多哭都不哭。嗯，谢谢 Morton 的九九，谢谢。明天还飞上海，嗯，明天还飞。去的，去的。但是要去到那等消息。嗯，
所以我一会儿还得再收拾一下行李，还没有收拾完呢。嗯，是啊，嗯，这次疫情真的，哎，太烦人了。嗯，是啊，就每天会变一下，所以要过去等消息。嗯，谢谢奶茶。嗯，没发现我剪头发了吗？你们，你们没有发现我剪头发了吗？为什么要？为什么要骂我？短很多吗？多吗？我上次也不是那么短的嘛，我上次我记得我也是剪到这儿。嗯，是说过了，但是你们没人提及我剪的怎么样，就像，对吧？就像女孩子问我今天有什么不一样一样，嗯，丝毫没提及。哼。真的好看吗？虽然我自己也觉得好看。嗯，真的吗？因为我觉得就是这个长度就刚刚好，就很清爽，看得我整个人比较有精神。嗯，没完，因为我本来就不喜欢那么长头发，所以我就可以想，本来就想剪，但是没有时间去剪。对啊，因为像我这种头这种什么，嗯，头发就是很容易塌的头发，容易塌陷的头发就不太适合留太长的，嗯。嗯，那是的，吃这个，嗯，可是我发现短发更容易糊脸，因为它太短了，它随时就粘在这儿了，是的，因为我头发真的是很塌类型，所以上班前我都会戴帽子。没做造型前都不怎么露头，嗯，而且我自己也买了一个电就电头发的一个工具，不然平时有时候自己出去外务，就那天那几天不是14天的那个解说学习嘛，如果我没有弄东西的话，我上镜头贼丑贼丑贼丑，我给自己买了一个，自己给自己做造型。嗯，谁说我跳舞头发不会乱？会啊。嘟嘟嘟嘟嘟，嗨嗨，刚断了一下。断了一下子，唉，嗯，是吗？我吃饱了，在断的这段时间里，我已经把牛肉串给吃完了。嗯，唉，嗯，我快困了。嗯，谢谢柚的九九，谢谢，八月快乐，八月快乐，嗯。
哎，我不知道今天我发现像这种直发的造型很容易乱，但是在舞台上我就不知道它哪里乱了，因为它不在我的视线范围内，以及在我的意识范围内。是啊，就很哎哎，8月快乐，8月快乐，希望8月快乐。哦，对，我要改那个东西，改那个房间名字，睡觉之前改，我明天再改吧。我明天6点多的车过去，6点多自己过去，因为没有 staff 跟我，所以我明天都是自己去，自己到，自己到上海，自己去机场，自己去，自己到酒店，自己去做核酸。没呢，我还没收拾完东西呢。哼哼哼。人生第一趟个人出门，我也是工作个人出门。会的会的。哎呦，我本来想跟你们聊到今天的呢，诶，这是什么时候？不是今天吧？我看到姐姐给我打电话了，是什么时候给我打的？哎呀，够烦的！不烦。怎么就不信了？是啊，给自己洗脑，不烦。虽然有时候还是挺烦的，但是会给自己想不烦。烦了就没有思路去做任何事情，所以不准烦。谢谢投票。是啊，不烦。我今天还没有看过我跳的战剧呢，唉，什么东西？因为我现在各种跟可爱的漂亮我的妹妹们开始了一系列的故事线啊。哪有我战剧哪的设定哪是小奶狗啊？哪是？哪里是小奶狗？那哪里？你们看得懂剧情吗？你们应该看得懂剧情吧？你们看不懂剧情吗？虽然我也不知道他们最后拍成怎么样了。什么剧情？好，哈，你们。可能跟很多东西。跟很多东西有关，就是可能跟镜头什么的有关系，然后也没有把那个节奏的一个把握点没有处理好，所以你们应该看不懂。反正就是，对，就是那种占有欲特别强，然后他要走了，我不想让他走，然后想强行把他留下来，但其实这都是我幻想的。对，其实我已经就是已经受不住了，我已经把他直接杀掉。在我的幻想中，他依然活着。对，然后就是间奏的剧情也是他在我的一个幻想中的一个存在，但现实里其实他已经不，因为我受不了，他不能给我走，不可以走，绝对不可以走。对，就肯定跟那个，就跟那个，哎，主要是因为，哎，拍不出来，然后这个东西还没弄好，哎，我后面想改一下那个形式，但是因为已经彩排过了，我就算了，太麻烦了，你那时候已经开场了，
红军文不准翻，红军文不准翻，红军文不准翻，红军文不准翻啊！不准翻，不准翻，赶紧去收拾行李，不准翻。傻，不准不准不准翻，不可以翻，不可以翻。我在想下次找谁主演呢，还有谁没有合作过，还有我的好妹妹，主要是我对闹闹和润下不了手，哎呦不得行，就是有些人下不了手。真的，谢谢，谢谢美女，谢谢三文鱼，谢谢三文鱼的九九，谢谢。我对可爱的没兴趣，我不是，我喜欢，我是喜欢可爱的妹妹，但是我这就是喜欢，我是喜欢，但是就是还是不一样的。我之前本来拉票其实就是发言，其实美杜莎的温柔其实有找叶舒淇的，但是他没他有其他事儿推掉了，就没有合作。他叶舒淇哪可那也是可爱的，但是他的风格也不是太偏向于可爱的吧，感觉。叶舒淇之前好像有去，之前我跟他合作过，我不记得了。我虽然是喜，我真的很喜欢，可爱的女孩子，我是很喜欢，但是喜欢和就是不一样，你们不懂那种喜欢和就是，我觉得喜欢还是挺分种类的。不是啊，我找过他助演了，但是他没空嘛，我说了呀，我说我那天是本来是找了他的，但人家没空。对，我其实哎看有没有机会吧。下次的舞台我已经想好了，就是我其实我已经想好我圣诞要表演什么了，已经想有已经有在想，就有些节目我在发言不是少了一首歌嘛，那首歌我会放在我生日的时候那天表演，然后还有一支有拍有想拍一首歌的 PV， 但是也没有时间出去拍。应该也会去拍，对，然后再看看吧，有没有之后有更想表演的歌曲，但因为毕竟，哎呀，表演的东西越多，后面的库存就越少，我也不知道，等我生日的时候我才知道我什么时候圣诞，而且听说我们广州就是我们总选完就会特别忙，特别忙，我本来都想说总选结束之后呢，再把我妈妈和我妹妹。在我妹妹还在放暑假的时候，带他们又出去旅个游，计划通，因为去年我就是这么干的。去年我带他们去了苏州玩，也是我第一次去，然后带他们去了苏州玩。这一次呢，我也想说带他们去一个地方玩，但是听说我们中秋完之后会特别特别忙，我也不知道，可能会，就是。细致下来要忙些什么，但是也是听说了。
嗯，听说的，你们到时候可能就知道了。嗯，所以再看情况吧。如果有时间的话，我就就抽那么一个星期也好，就带他们出去玩，啊，带他们出去玩一个星期。毕竟还是要，毕竟和我妈妈就是想，就一直以前我就一直想说，有机会我一定要带我妈妈和我妹妹一起出去旅游。以前我不能做到，但是我现在能做了。当然也是在我能够的空空出时间的情况下能做的。嗯，就是当我有能力去做到一些事情的时候，我很开心，我也会去做。嗯，谢谢谢谢奶茶。嗯，对呀，就当有些东西渐渐你去能做到的时候，你就会想说自己以后能不能做更多更多的事情。当然，就也要更努力才行。嗯。啊，不行了，我要赶紧去收拾行李了。哎呀，我6点钟就要起床。嗯，你们也早点休息吧，今天也辛苦你们了。嗯哼，谢谢蘑菇，谢谢蘑菇的啾啾，谢谢。嗯，拜拜。